来，各位嘉宾，我们是不是经过热情的掌声，再次的欢迎来自我们日大空手道道馆，由我们的杨锦龙杨教练率领我们所有的幼稚同学们展开的精彩表演，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。是结合力与美，也是专业的技术哦。所以呢，练空手道的孩子讲求毅力、耐力以及体能，透过不断的自我锻炼，毕竟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借由全身的运动提高个人的敏捷性以及柔软度，也能够让你的体力更加旺盛，形成强而有力的武术。再一次热情的掌声！哇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动作结合的力与美，简洁扼要。哇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在现场表演的是我们国家级的选手哦，那代表我们中华民国，我们到很多的世界各国去比赛，都名列前茅，而且呢成绩优异哦。尤其是我们的杨碧伟，来，掌声感谢！哇，我今天终于见识到什么叫空手道，哎，吓死人了！这么样的简洁有力，真的很厉害。亲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好好打人。哇，我真的内心澎湃了，真的好厉害了。所以人们常说人生要活就要动，每天常活动，美丽又生动，再给自己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老师们一个掌声鼓励。哇哦，现在我们要一个一对一的对打，或是一对二的对打，透过我们动作的讲解，并且套路对手实战的攻击，外掌声。我们这个技术啊，包含这个技摔，还有防身术以及擒拿术，多种的武术结合，我们演练出一套实战的演练。哎，碎了！哇，小朋友，这个不能乱学的。哥哥他们是有经过很密切的练习啊。哇，碎了！我们看到他们是力与美的起合转拳哦，在打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想象有这个假想敌，这个展现瞬间的攻击以及防守，要求力气还有技的完美结合，展现出刚柔并进的演出哦。来，再一次我们同学热情的掌声。你怎么来的？来啊吼，碎哦，哇，不简单，碎了，哎呦喂，杨宇龙，你很干哦。卖给哦，我跟你说。哇，他说呢，运动强身啊，我们能够强身报国。而你学习空手道呢，我们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防御，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哦。Oh,
所有的同学们，所有的技术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境界了。哇塞啦，我们台下的观众看到心惊胆跳，喉咙长冰冰啊。哇，真的非常的不简单了，这个平时有练过来。哎呦喂，太可怕了。非常的棒哦！哇，眼神中带着杀气，来哦，来哦！哦，碎了！啊，一对二，一个打两个，碎了！哇，这个都靠平时的这个练习哦。很扎实的真功夫我们立伟出现了，立伟出现了，好好好，哇塞，真的是国家级的，吓死人了，大型掌声，哇哇，快水我要赞了，架杠拦珠喊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没有带护具的，哇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平常的练习，要再下了多少的功夫啊！对不？我给大家加劳。现场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这些大哥哥，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，真功夫的。现在我们要击破三阵，哇！赤手空拳，那点钢甲够活泼啊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主持人检查一下有没有带护具啊？哎呦，真的都没有呢。赤手空拳，真正的真材实料。哇！谢谢！哇！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！同学，请留步，来来来，立伟，还有我们的同学，来，全部到台前来，好吗？哦，多啊哈，这里。我只能说我看得很感动，各位好朋友，我站一起上来，站的话请妈妈们站加掌声好不好？哇，感动感动，来妈妈一起上来，我们的爸一起上来，来教练呢？哦，教练教练，来我们的杨锦龙杨教练，再给我们热情的掌声。刘威武啊，刘威拔哈，太感动了，小朋友同学。一起拍，蹲一下好吗？我们看一对，哎，小小来蹲一下，好来哦，主持人呢、啊？来来来，你这么真感动，唔敢考出来了哈，唔敢，我三高话题，你不懂。杨立伟是杨艳华的儿子。哎，今天的这兄弟嘛，你敢卖歌？他的名字之星，来来来，来我来。就找你啊，杨新培。新培，你去把下再多好好讲好些哦。好，我们跟体大同学、教练加同学，我们来个赞。台湾体大